好，我是优宝，我的身高是170公分，体重52公斤，三围是3-2-1-24-36。那我目前是从事外拍的工作，然后平常的兴趣也是外拍，偶尔会打个撞球。哎呦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少女主人，我回来了，厉害！哇，好像可以，这个裙子搞死人了，感觉到你的那个癖好的。我是优宝，我的身高是170公分，体重52公斤，三围是3-2-1-24-36。那我目前是从事外拍的工作，然后平常的兴趣也是外拍，偶尔会打个撞球。目前单身中，有点犹豫的感觉。如果会打撞球的男生可以找我哦。哦，可以找你调侃是不是？可以。接触撞球多久了？没有很久哎，但是没有很常打。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比较常打，对啊，会打撞球的男生会更吸引你。会。那你有没有在学习的过程中啊，有发生一些肢体上的接触？会，就是可能看你姿势不对，然后就假借这个理由有没有，然后过去跟你说，哎，你这样不对哦，然后就可能从后面环抱的方式教我。我当下的感觉是。很恶心呐、啊！很恶心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够帅吧？如果是帅哥学长的话，还 OK 吧？就还假装好像不会。那你有没有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打撞球的经验？有，就是可能我现在是要瞄准这一颗，然后我是不是身体要这样过去？但过去的时候我瞄错颗，胸部去瞄到别颗，应该是别人瞄错吧？怎么会是你瞄错呢？就去碰到别颗就对了。哦，你自己撞到别颗球。哦 ，OK OK， 算是一个在撞球的术语叫 kiss 啊。我相信观众应该懂。那你自己觉得撞球这个运动啊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条件？条件哦，打得准吧。那你自认为你的撞球技巧还好？那我们今天也请一位神秘嘉宾，我想来跟你切磋一下，看谁的撞球技巧更好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们欢迎我们的司机大哥，欢迎。哎，嗨，我听说有人要跟我跳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你本人啊？是有人跟你跳吗？是你想跟人家跳吗？你干头是想要怕撞错球，还是要故意掩饰你的眼神这样子？怕万一打得不好，还是遮一下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直接来撞球切磋喽。嗯 ，Go。好 ，OK， 两位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撞球部分的切磋了。嗯，那所以撞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小技巧，两位应该都知道吧？嗯，知道。推杆呢、啊？推杆、定杆、拉杆。拉杆嘛。对。那要不要先为我们示范？我吗？所以优宝了，优宝会吗？可能没有。该笑的意思是，你们是有修这个学分吗？对啊，所以是去混学分。混学分就是。哦。那起码你架杆呢？我们先看一下你架杆。好啦。是不是专业？有，有没有样子的？嗯，有模有样。没关系，就出杆，我们看一下你这样大概撞球的感觉。好。看有没有直线够不够直。算还可以啦，还行啊。对对对，那司机大哥，嗨，现在接下来换你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现在你要教定杆怎么打。对，定杆要怎么打？定杆就是打球的中间，就是它基本上的出去的时候，球是不会乱跑的。嗯，它是会在定点的位置。OK OK， 那来我们看一下，展现一下。有完全不一样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可能今天不，他球没有听话。对，你跟优宝谁要先挑战？我先挑战。你先挑战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要挑战哦。我的中指一直在抖。可以吗？有点不太行。来哦。哇！标准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笑我，等一下就换你哦。不要吹鸟好不好，司机大哥？哇哇塞！好强！好，不要再打，哇，给我开最强！司机大哥，你是用意志力在打这球？对，因为我想要赶快结束这一切。他真的是抖到心脏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打进的。
蛮厉害，蛮厉害。来来，赶快卸下来，换我们的优防。我知道这个东西不知道抖多久，哎，快给你。来，我们优防一样来先试一下，没有低周波的状态。好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是算近，还是算近，代表是 OK， 可以，有一定的准。好，接下来要开启低周波，看优宝是不是能够一杆进洞哈。哎，现在有感觉吗，优宝？有。有吗？有有有有有。但你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。这里啊，你看。你不会全身都抖？有吗？他是抖到，太大了。你看他的手臂也在抖啊。这太大了。来哦。可惜可惜，差一点。你现在在冷痛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跑了。有宝是个能耐痛的人吗？你看，你们呢、啊？就是选择另一半，你们先会注意什么样的地方？有宝嘞，要干净。干净，然后味道很重要，不可以臭。味道，什么味道？来来来来来，闻。糟糕，来每一个闻一下。过吧。喜欢吗？等一下，还好吧？哎，不能偷亲啊，不能偷亲。不行。我也被打架，一样的香水。臭的。不行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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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臭的。以后不要给我喷那瓶。闻哦。屁呀！完全是你的。这个比迪奥的香水。这个没有味道，最香的是。怎么回事？看哪一款？什么味道？你为什么？哎呦，你小的，哎呦，小贱子哦！来，去闻一下那个张立东，大一搞有鱼腥味一样，我最香。蛮香的，这个好闻。这个好闻。好闻。这个什么味道？衣服的味道。好闻，那就是霉味而已。好闻，一些霉味很臭很重。这个没有味道，完全没有哎。最香的是立东。看到没有？你吸啊！有有有有！哎，他眼神，哎呦，哎，他很会哎！他就是在看你，你是职业的吧？我操！哎，医生哥很厉害哎！医生哥哦还。还盯得住哎，真的好难。我跟你讲，优宝你要加油，你要攻他的腿。他最怕腿。你这个，你看，这个不行了，开始飘了。我操！我想移动滑鼠。哇！哇，好嗨哦！你在那里守在干嘛？在那里干嘛？昆仑仪，昆仑仪，昆仑仪。你这个，你看他那边了，你看。笑容很美，交叉三年级的那种。来，哎，哦，刚眼睛飘了一下，你有眨眼啊？哎，郑哥好猛哦！不是，因为真的他眼睛很迷人，因为家里不止他一个人在收看这一段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这太反过来说，你这不是日系哦。是婆姨系，太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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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女主人，我回来了，厉害！哇，好像这个裙子搞死人了，感觉到你的那个癖好的部分，对啊，有点。欢迎优宝，大家好，我是优宝。优宝高哦，优宝多高？170。哇，哇，输到还惨三个头，丑八怪，而且攻击人呢。哎呦，在一起，冒丑八怪。不是，我怕观众都觉得你是丑八怪，叫丑八怪。对啊，你这样太……要是我不计前嫌，你才会来录影。不然我们可以封杀人的。哇！我觉得你封杀的厉害。对啊，太恶劣了。我只会讲丑，起码说八怪，对不对？丑八八怪就还好，八怪起码还有一个比较亲切，亲切对亲切，像一个神奇宝贝。自己人才会这样讲。对。来请问一下，旅游你最怕穿什么样衣服？我最不能接受韩系小姐姐的风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就是穿着比较中性的女生，所以这种风就是我的柜子里面是一件裙子都没有的那种。不穿裙子，全部都内衣还是？什么？怎么会一件裙子都没有？那你短裤穿的？
少，但也穿了，但比较少。我就是没有一件裙子。你不喜欢露腿？我蛮爱露的。那你哦，其实是，但我就是不穿裙子的。对，因为我个性也比较男，就是比较像男孩子，所以裙子就不太适合我。然后这种颜色我更不能接受。浅的。我的柜子里面都是黑灰白。哦，没有加颜色，比较闷一点。对。还有你不能穿什么衣服？最不能接受就是这样。哦，康康的打歌服，日系的感觉，然后比较复杂的一些就是装扮，你感觉很适合。对啊，他就可爱可爱的。因为刚剪头发，还没适应。没有，这个是比较复杂的，有点 cosplay 的日系。极简风，极简风，你看冬天穿这样。对啊，真的冷呢。太极简，家境有点不太好。我有点冷，我想极简冷。对啊，你应该要介绍那种有 logo 的，哦，会歪掉那种。哎，他你们两个有没有救他？他想接。OK 啊，这个好好笑。我是等于说建议，我是建议。等于说你如果等一下挑他的福袋，你们就完蛋。抓走了，一直变形。他就是字母变形型，变形虫这样。变形金刚那种。他一定买个 S 号 XS 的。哎呦，小孩粉。Transformer， 我会小心。对对对，小心小心。贝尔不敢穿什么。哦，我不敢穿的风格是陷阱妹，那是很棒啊，这很 OK， 这个感觉你可以啊。你现在除了网袜之外，你跟他差不多。所以，像啊，你干嘛讨厌自己啊？你现在不陷阱吗？而且感觉撕开还是你，是他自己。对，没有没有。为什么哪一点你不喜欢？对啊，对。就是网袜，渔网这种，我没办法接受。渔网不能穿什么？欧美的这种亮片，我靠，没有办法，赞赞赞哦！根本就是这个你的衣服啊！你看你的身材穿那个，哎，橡胶，掌声鼓励。橡胶的这个很嗨耶，穿这个身材要非常好，对。可是他的延展性很低，对，很容易就会胀起来，而且他一定要很紧，对，他是超紧的，不是小腹不能有小腹，你要一直吸气，太累了吧？我真的遇过那种四肢瘦的，他肚子很大女生。穿这个给你看，紧身洋装。那是营养不良吧？不是，就真的截掉。就是有些女生四肢瘦哦，就是便秘的。她会有大肚肚哎。对，我也遇过一个长得蛮帅的，但是脸眼睛是肿肿。哦。我们骂主持人。正在修复中。哦，你一直这脸就好。不要太担心。哎，我是有一次在给他打气。对啊。对他第一个打电话给我。你鼻子涂成粉红色，所以有关心啊！你这样看，哦，不得了！哎，还有全民禽兽张立东，是是是，出动了！哇，张立东去选衣服不得了，当然，因为我本身在私底下的走色情路线，不是不是，也是有被潮流杂志或新闻报道的。你有被潮流？我是隐性潮，真的。我再提供那个我的被报道一些网址给你们。就是你主要经常被殴打，不是真的啦，真的有被访问过。来，请看，是假的。今天要来解救这些女生的穿搭，跟着哥的穿搭走，就不会有一搭没搭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眯一下牌，最高多少钱啊？最高三千。三千，那最少呢？五百。五百，五百是不是只连内衣都买不起？哦，各位，2000块可以。我今天的打扮刚好也是属于日系，日系问我就知道。品模仿一次给你们看。嘿嘿，马库洛，我是。对啊，我是那个竹地鱼市场的老板。很像很像，刚好天助我也。我们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抽烟呐。日系穿搭的大部分呢，都是属于多层次的，所以就跟着我走就没错。来，哎，这件如果反过来说，你就不是日系了。是回系8300，2000块好像真的蛮难的，不然问个人好了。哎，喂喂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们现在要来2000块，要帮这个那个女生做穿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得到，一个好看的特别版型宽版的牛仔裤，它上身呢？你觉得？上身我觉得简单的腰穿。要穿，要穿，要穿。比如说一个素一点的，它可能是有点米色，大地色系，它有点米色，大地色系有点森林系。对，然后宽版 ，OK。
这个2000块八百。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，对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到时候记得锁定这一期。好，我都有看啊，我都有看。真假的？还信我？记得要来。OK， 好 ，OK， 拜拜，谢谢姑姑。好，经过日本足地鱼市场老板一整个晚上的采购之后，终于挑选到一些好货了，准备2000块要来帮日系女孩做一个大改造，变成欧一系女孩。我们棚内见。我的，你的，对。哇塞，会不会出来是钓鱼夫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你刚刚渔夫一样。对啊，正常的啦，自己带。来，请看。哎呦，好像也不错哦。有没有？哎呦，那美少女战士，对不对？啊，小仙女哦，好像有点 cosplay 的感觉。对哦，对哦。黑丝袜有没有？啊，不是，日系辣妹。哦，有没有？哇塞，这个好啦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哎，这个有超这个好的感觉。哎呦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少女主人，我回来了，厉害！哇，好像可以，这个裙子搞死人了，真的，百褶裙，百褶裙配上一个腰链，而且超短的，就打破一般人对那个日系穿搭，嗯，可能会觉得很简单，可是它你看，好看，极简风，可是又有辣，可以露身材的部分，好看，嗯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感觉到你的那个癖好的部分，对啊，有点。你讲人家你自己好不好去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俩就师徒二人，走不同路线而已。两个情色狂，但是很好看哎。这套多少钱？啊，2000块，快接近2000。那你们女生的眼光来讲，这一套快接近2000，贵不贵？其实不会，因为它整个这个还有蕾丝质感，对，很有后面还有可爱的小铃铛，你看后面哪里有铃铛？看有是铃铛的，阿扣小猫咪啊，嗯，像小猫咪哦，很可爱。这套哦，可以，嗯，那你本身会穿这种衣服吗？比较少哎，不会还要搭这种袜子，不走这种路线，太可爱了，不会很性感，他驾驭得了，我觉得很成功哎，对啊，很成功哦，穿以后可以多尝试这个，哎呦，睡哦，记得带我去挑衣服，好啊，来请，穿得住啊，可以。